接下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黑白猜，究竟谁能够打趴对手，成为精致拳王呢？第一棒，来，哎呦，请站出来哦！加油，各位！你们派出丫头的原因是什么？丫头最强啊！他有可能一个人就干你们全部哎！来 ，sit down please， 然后等一下被泼的那一位啊，你只能默默承受，你不能离开椅子，不能闪，不能左右，不能倒闪，嘴巴唯一可以夹他的时候，你是整桶拿起来。但是哦，捧子不能敲到人，标准为标准。好，来准备，来，吓你，吓你，三战两胜。这种简单的游戏可以弄那么紧，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一种十度的低温下，黑白切。黑白切，快点，这个玩粉哈，我们就是进我们节目录影的专业。是，可以哦。好，不一样吗？可以呀。好嘞，准备喽，一二三。这只是个 warm up， 好不好？但是这个 warm up 也是连线的一个点哦，赢得那个万元也就直接叼走了哦。来，预备，爸爸加油！黑白切，他不是这个厉害，他
是剪刀。我剪刀手不太烂了啦。哎，没有剪刀。我剪刀手不是太烂。哎，停住，哎，第三，第三，第三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忘记。旁边是两位吗？一位就好。靠窗嘛，可以的，这里可以。我这边可以。好嘞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哇，帅哥，好不好？超你人很好，他头脑很好，哎，谢谢，好棒，完整哎，爸爸跟妈妈退学了，要，然后小妈咪加油啊，你们为小孩的面子哦，好，对，你刚刚是超，黑白色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黑白色，好，黑白色，黑白色，男生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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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白色，节奏。你的节奏被抓走了，你的节奏被抓走了。一比零，好。我要去，你已经没有当年那种杀气了。回来，回来，想象一下以前他们怎么对你的，他们怎么对你的，想象一下。战斗力拿出来，你们。黑白配我觉得我脚白黑一点，决战的哦，黑白切，黑白切，男生配，黑白切，男生配，黑白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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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生配，黑白切，男生配。对吧？好，下一位，来，小玉儿，气势很重要啊！你们，黑白色，好，黑白色，好，黑白色，好。我跟你说，不要看他眼睛，然后闭眼，从头闭，脚张开。对，一、二、三，黑白切，对不对？黑白切，黑白切，黑白切。脚张开是有用的，有用，有用。他就是败在这个，没错，头上一把刀。一分，黑白切，对不对？黑白切，黑白切，黑白切，对不对？黑白切，对不对？黑白切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把，我还有一把。对不起哦。好。哦，镇定。啊，一、二、三。最后了，因为他们看到后面两个女生在想，哎，我们可能不用玩。对对，我们没有讲啊，没有。啊，你们在心里这么大声吗？你们的心，我们的声音都在这里了，我刚刚一开始也是以为我可以不用玩这一关的，不要让他们有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别吵，哎，来两位，算了，告诉你。十几年来，谁是你的恩人？你吃我的，吃我的，还穿我内裤。哎呦，你这时刻连当自动让位，我告诉你，我等下出剪刀。哇，那怎么交叉？居然用心理战！好深，好深的。谢谢，这么多年来照顾，今天我就以来感谢。来，可以啊，小玉。黑白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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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白切。为什么
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出剪刀吗？你刚刚真的出口变啦、啊，我变聪明了。从谁瞧？他等于承认他以前是傻的。一米哦。第二站，黑白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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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了，我知道会滑了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死手飞过来。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三，二、三。OK， 有棒爆冰。哦，当这边剩了两把，这边就你一把，懂吗？有什么话来哦，对你的对手说嘛。你好。不用下来，有抱他，有，这种气势对我是没有什么威胁的，直接来吧。气势，你想用气势？哪有厚道？哪有厚道？你想用气势吓他没有用，人家要摔倒过，你也摔倒过。人生的摔跤，妹妹，不是摔跤，重点是爬起来。好，两位一边来。黑白切，人在这配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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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白切，黑白切，人在这配；黑白切，人在这配；黑白切，黑白切，黑白切，人在这配；黑白切，人在这配。你换个气，换个气。那个方向也没中，不要搓球，尽量不要搓到。你们要搓我上面牌啊！他硬要把他脸掰过。大牙，人家不要，也不能逼人家就范呐。这样硬掰的黑白猜是不有好结果的。黑白切，来对着配；黑白切，来对着配；黑白切，来对着配；黑白切，黑白切，来对着配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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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白切，来对着配。哦，这样子也中哦，一零，但是唱哦，那两位都出一点力。快气虚了！我从100%慢慢降降降80%。没关系，男生多出一点力哦。OK 了，欢迎比林，加油加油！快过来，用这个气势，来金牌。黑白切，那对真的黑。黑白切，那对真的黑。黑白切，那对真的黑。我从小时候就有点怕他，大姐夫感觉对，而且他刚刚就是不讲话冷淡，我最怕别人对我冷淡。